复刻板印象，老外过节好有创意。我们有一个很屌的意式版的 Halloween， 叫做巫婆节，我们都会让小孩子吃汗。啊，家长会强迫他们吃一小块，代表他们那一年就不乖。愚人节的话呢，西班牙那一天的新闻都是不用认真看，因为一半以上都是假的。好嗨呀！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